希望大家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边在宣读不合作宣言，等一下晚一点大家会看到这份宣言的内容，会把我刚才讲话讲得更清楚。蓝屿的朋友、北海岸的朋友也会在上面发言。为什么蓝屿的朋友跟北海岸朋友这么重要？我跟大家说，我们现在所有核能的体制里面，完全都没有让地方的人可以发声的管道跟权利，没有。你上面的人、做总统的人、掌权的人，他要怎样就怎样。地方的人想说 no， 有没有权利？没有，一点权利都没有。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？如果这个体制这么不正义到此，我们还要不要乖乖的顺服的配合他？好，我们今天把话说到这边，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像这样的行动。那边宣言正在念，那警察这边当然压力很大。等一下，我们表达了我们的意思，呈现我们要出来的意向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回到原本的游行的队伍里面，没有问题。我们今天不是故意要去伤害谁，故意要让警察难堪，都不是。我们只是要凸显一件事情：这个体制、这个法律，早就已经不属于人民了。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那我先这边，那请大家先安静一下，我们先坐下，放心，我们先坐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安静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尽量听北海岸的长辈的发言。
很糟糕。不至于我，你要不要让我呢？哈哈哈哈哈。而且是加拿大投入反核运动，一个民主，一个口号，坦然相信三世界。大家都努力。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得到台湾政府任何的正面回应？大家听一听，任何国家都很强大的命运的事情做错了，他会帮助三个礼拜任何国家都不受关键事情，他就是不积极任何的计划，反而宣传他的安全国外。如果他是承认他就好了，你听不懂。你们因为中国承认他什么罪？所有人的声音，完完全全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也是政府的责任。他们都是我的人，因为他没关系，那国际事件啊，过分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把他搞成国际事件啊，国际法啊。我总是要有人在引爆，不能这样永远都继续下去。